咁我今日信息就係講到我哋能夠有聖靈嘅大能去傳福音。你想咗你周圍嘅人可以信耶穌啊？你想咁咧？有時咧，你啊，我哋好多時傳福音會用好多啊言語啊解釋俾佢聽啊。咁但係聖經嘅模式咧就唔係淨係言語。你睇到耶穌同埋司徒保羅佢形容佢哋傳道啊，都唔係淨係靠住言語嘅，亦都靠聖靈嘅大能嘅。但同時咧，聖靈嘅工作咧都係對我哋生命好大嘅改變。真係咧會安慰我哋嘅心啦，醫好傷心嘅人啦，將我裏面嘅重擔釋放啦，並且咧係會賜俾我哋平安、喜樂、力量、靈命嘅更新嘅。即係聖靈嘅工作咧，實在係好甘甜嘅。即係當你經歷聖靈臨到你身上咧，係會好平安、好舒服、好輕鬆嘅。咁事實上咧，聖靈充滿對於我係一個好大嘅更新。在我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我已經做牧師咧係15年。但是我係其實在我早期的時候咧，我都有在我讚美的時候咧，我一初信主的時候，我就去讚美神啦。個牧師教我哋啊，喺屋可以喺屋企自己讚美神，我就讚美神的時候，我覺得很喜樂喎。喺嗰陣時我就不知道，其實咧當時已經是聖靈的工作，我覺得很平安、很喜樂、很輕鬆、很明顯的。每一次我看聖經祈禱啊、唱詩歌啊，我都覺得很平安的。咁我就不知道原來呢個就是聖靈的臨在啊。咁我可以更加進入、更加進入，但我當時不懂得更加進入，所以咧就冇進入呢個聖靈充滿，直至到1998年，我1970年信耶穌。1998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布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咁我就經歷好大嘅能，好似電流啊！當佢一為我按手，即時咧好似電流進入我裏面，同時咧就經歷好大嘅愛，係我從來未試過。咁我以前試過經歷神嘅愛，但唔係咁強啊，即係會覺得有時感動啊，試過有喊啊咁，但係咧未試過好似嗰一次咧，嗰啲愛好似湧流進入我心裏面，就好似羅馬書5:5嗰度講到咧，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心裏面，將神嘅愛咧湧入我哋心裏面。咁我就同時都經歷好大嘅平安，好大神嘅釋放，好似個心鬆咗，神嘅聖潔啊，即係神嘅聖潔光明嚟到我身上，真係覺得好特別、好特別嘅。我係好清楚知道神點解，因為裏面嘅經歷咧係將我裏面更新改變嘅。咁我第一個回應就哇，我可以咁經歷神真係好啦。我第一個反應就真係好啦，我能夠咁樣經歷到神。第二個反應就話呢個布道家能夠有呢個能力，可以為人祈禱，可以咁樣經歷神，我都好想好似佢咁。我就之後咧，我就好多時間去禱告。過咗幾日之後，有人要求我為祈禱啊，去祈禱嘅時候咧，佢就經歷到能力從佢進入佢裏面，亦都釋放佢嘅內心。同埋我經歷好多人咧，佢哋會覺得安慰啊，從來未試過會喊，覺得好耐啊，安慰佢心裏面嘅重擔得釋放啊。有啲咧就悔改之罪啊，有啲又更加願意侍奉主啊，甚至咧投身侍奉主嘅，即係喺我經歷聖靈之後咧，係見過好多好多不同嘅改變。咁我當時咧，其實咧，我亦都喺神學院教緊神學嘅，我亦都為我神學生禱告，佢哋都經歷到神嘅能力喎，神嘅平安。咁我又去不同嘅教會去將聖靈嘅工作帶俾人。分享俾佢聽嘅時候咧，咁有好多嘅教會咧，好多弟兄姊妹係從來未聽過聖靈嘅工作嘅。當佢經歷之後，佢哋都有好多好特別嘅見證，包括咧身體嘅醫治。喺我第一次為人祈禱身體醫治嘅時候咧，係我冇為到病祈禱嘅，只係求神咧嚟到佢身上祝福佢哋。咁咧就有兩個人，一個婆跳起身就話：我應該好翻啦咁。另一個婆咧又跳起身，我膊頭痛咧又好翻啦咁。咁我就令我睇到咧，聖經裏面所講到手按病人有邊好咧，係今日都可以應驗嘅經文。因為以前我聽到話祈禱病好翻，我覺得好遙遠啊。但係當自從嗰一次之後咧，係實在好多好多次係人經歷到神嘅醫治，即係聖經所講嘅神嘅工作係好真實，真係會嚟到我哋身上嘅。咁以上我所講咧，就係聖靈工作可以帶俾我哋個人生命嘅影響。點樣更新我嘅靈命，改變我嘅生命，都可以喺平日生活經歷到神嘅安慰鼓勵。喺我嚟講咧，我有一次咧，當我喺屋企祈禱嘅時候，我呼叫耶穌，主耶穌一呼叫咧，即刻能力進入我裏面。我即係當時我非常之驚奇喎，而家祈禱可以感覺到神嘅回應嘅。我再一次再呼叫耶穌，
同樣呢個能力進入我裏面。咁後來咧，甚至喜樂喎，即係一諗耶穌咧就喜樂啦。我隨時隨地任何時間，而家咧一祈禱咧，即時有喜樂進入我裏面嘅。咁有啲人聽到好似可能覺得好似好遠，好難達到呢個境界，但咧其實咧係可以嘅，係可以保持我任何時間，就算我喺度。在地下擦地，個身體當你擦地的時候，省或者省浴缸啊，個身體唔係最舒服、最自然的狀態。喺嗰個時候，我喺度呼叫耶穌咧，都同時嘅心中充滿喜樂嘅。咁對我係好大嘅靈命嘅改變，即係隨時隨地喺巴士上、喺路上，任何時間我呼求耶穌咧，我即時會經歷到神嘅愛啊、喜樂啊，激勵我嘅。咁亦都係幫助我侍奉。我而家咧係去不同嘅地方帶領不同嘅聖靈嘅聚會訓練人，係每一次聚會人都經歷聖靈工作嘅。咁如果大家中間你聽到我講呢個信息咧，哇！我都好想咁樣喎，我都好想為我周圍嘅人祈禱，或者甚至有一日俾神使用去為人祈禱，真係人會經歷到聖靈嘅工作嘅。我鼓勵你，你有信心係可以嘅。今日呢個信息可以對你好大嘅改變，可以俾你信心，就係唔單止你祝福自己，你祝福周圍嘅人，你都可以為你開一個侍奉嘅路。喺我經歷聖靈之後，曾經帶過好多人侍奉主喎，咁佢哋初頭都唔敢啊，但係後來跟住我一齊嘅時候，我去訓練佢哋為人祈禱，佢就發覺原來佢哋都可以有聖靈嘅能力。咁我希望大家，你會真係相信神所應許嘅聖靈嘅能力係賜俾每一個人嘅。咁但係同時，我亦都講俾大家知，聖靈嘅工作係有一個爭論性嘅一點。爭論性唔係因為聖經冇講清楚，係因為人唔習慣。咁我而家喺經文裏面，大家會睇到嘅。咁我講嘅意思係乜嘢呢？所有嘅教會，基督教會都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亦都相信聖靈嘅工作包括乜嘢呢？叫人悔改認罪、信靠主耶穌、聖靈嘅果子。他們都相信話聖靈會感動人去愛主、去侍奉主，是所有基督教會都相信的。不過對於某些事情他們不是很相信，是哪些呢？就是神蹟奇事、預言、異象、異夢。聖經講到行異能、為病人禱告、趕鬼這一類，他們就覺得是比較遙遠，就覺得在耶穌的時候是有，不過耶穌之後應該就沒有了。咁其實呢一個叫宗旨論啊，恩賜宗旨論其實係冇聖經嘅根據嘅。咁我而家咧會用啲經文咧，大家去睇一睇耶穌嘅心意，聖經嘅心意係乜嘢嚟嘅？咁呢個經文咧就係先我讀過，咁我咧就為咗慳時間起見，我就唔會將佢全部讀曬出嚟。咁喺呢個經文咧就係講到喺使徒行傳會巡視聖靈降臨。在使徒和門徒的身上，他們就被聖靈充滿了，就說起別國的方言出來。當時彼得就講到，他就說這個就是先知約珥所說的，就是什麼呢？神說，神話我在末後的日子要將我的靈轎冠凡有血氣的。那這個講到聖靈的轎冠，而講出形容出來，最重要就是說他講出聖靈充滿是怎樣呢？就是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要見異象，做異夢。咁咧就即係好明顯講出有三個特色出嚟啊！有好多人就認為聖靈充滿就係叫人哋悔改信主愛主，就停喺呢度。咁但係呢個經文聖經係好清楚講到，唔係淨係停喺度嘅，係有講到見異象、説預言、作異夢。咁係咪每一個經歷聖靈嘅人都會一定有呢三樣嘅恩賜咧？又唔係一定喎。但係呢個係喺經歷聖靈的恩賜之中其中一部分，亦都是很多人會經歷到的，會聽到聖靈的聲音，未必是聽到有人聲，是神的感動會臨到他身上。那我自己呢就不是很清楚聽到字眼那種的信息的，但我就收到很多信息的，即是收到很多信息我要做什麼，那我真的發覺那樣東西是神為我安排的，神為我預備的。大家也都可以的，當你多禱告的時候呢，安靜你的心。其實每個基督徒都聽到神的聲音的，怎樣聽到神的聲音呢？就是你犯罪會覺得不舒服的，你一信主之後覺得不同的。未信主呢，譬如你講大話可能覺得沒什麼，不要緊的，但當你一信主你講大話硬是覺得不舒服的。如果你在後出貓，你未信主的貓成功是很開心的，但當你信了耶穌之後你出貓，身體很不舒服的，
你會回到教堂硬覺得有些不行，很想悔改，在你的心裏面神會指責，這個就是聖靈的聲音。如果你留意這個聲音在你每日常生活提醒你怎樣悔改離開罪，你慢慢你就會發覺這個聲音都提醒你怎樣去聽到改變，去遵從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每一次聽到或者看聖經，神都會跟你講說話的。好了，那這個經文呢，跟住第十九節下一個，對不住啦，我前面已經講。咁咧就彼得亦都講到，佢話在天上去顯出奇事。其實呢個係佢根據選用約珥書第二章嘅經文嘅。佢就話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上我要顯出神蹟。嗱，呢個好特別嘅。佢講到我要顯出奇事神蹟。咁聖經裏面講到咧，呢個奇事神蹟係邊個行出嚟嘅？即係神透過基督徒行出嚟嘅。有行異能的恩賜，醫病趕鬼的恩賜，這些都是奇事神蹟。在啟示錄也都講到有兩個傳道人，即是神使用人行神蹟奇事。所以 我覺得呢，在這個末世的時代呢，基督徒是會好像這個經文所講的，聖經說神的心意是將他聖靈澆灌，是不是十分之一的基督徒？這個話多少啊？凡有血氣的，當然這個是指基督徒，不是指不信耶穌的。凡有血氣即是幾多少？即是60%，是不是？這個70%啊？不是啊，神的心意是幾多少？幾%啊？一起說啊，100%。那包不包括你啊？包括你在內，即是神要將他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叫我們都能夠說異言、見異象、作異夢，這個是聖經所說的。那也都能夠行神蹟奇事，有奇事神蹟。又講到世界末日的先兆，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是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之前。咁呢個講到主大而明顯的日子就係咩日子？就係耶穌翻嚟嘅時候。喺耶穌翻嚟之前，日頭會變黑，月亮會變紅。喺呢個日子之前咧，我哋就會被聖靈充滿嘅。即係呢個預言咧，係首先喺巡節應驗嘅。但係可惜咧，喺初期教會之後。當基督教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就有一個不好的後果，反而那些、即教會變得儀式化了。儀式化之後，他們的禱告少了，變成他們習慣性覺得聽到就是回教堂最重要的部分。在《使徒行傳》和在《福音書》裡看到，聖經裡面講到是有很多神蹟奇事的，在這個初期教會之後逐漸減少，這個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軟弱，即是覺得就是聽到回家，下個禮拜又來聽到。但是聖經裡面是不是這樣講的，但是在中期教會特別有很多修道士，當他們在他們的修道院多祈禱的時候，他就發覺有神蹟奇事的能力。譬如馬丁路德都有講到祈禱醫病的，這個聖奧古斯丁亦都有講到他不同的神蹟奇事，即是在歷史上有不同的教父、不同的修士，當他們多祈禱，他們就聽到神這個微小的聲音，並且是有神蹟奇事發生。所以這個是聖經所講的。但是呢，在這個末世的時代呢，我們看到呢，就在20世紀這個五旬宗的運動，就是呢，當有人呢是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就將這個聖靈充滿帶到全世界。但是呢，在傳統教會對於這個聖靈充滿是有很多地方不好接受的，他們不好明白。那我們今天看這個經文，看到呢神的心意是叫我們能夠講預言、見異象、作異夢，跟著馬可福音16:15開始。那這個是使命來的，耶穌講到呢，他說呢，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就是呢，耶穌說呢，你要傳福音給萬民的，這個就是傳福音傳到全世界的。咁傳嘅時候咧，信嘅人咧，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啦。跟住17節，信嘅人必有神蹟隨入佢哋。咁耶穌應承過，信嘅人必有神蹟跟住我哋嘅。就咩神蹟咧？就係奉我嘅名趕鬼啊！奉耶穌嘅名趕鬼，就係所有信嘅人都有呢個權柄，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看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咁呢個所講到呢啲嘅神蹟奇事嘅能力咧，呢兩個咧，手能拿蛇落殼毒物咧，呢個係應該係指到我哋受逼迫嘅時候啦。譬如抌你落蛇坑，你就祈禱神啊，你保守我喺蛇坑裏面咧，蛇唔會咬我嘅，就唔係叫我哋平日去試下
睇下去蛇王園嗰度，伸隻手落去個籠嗰度，睇下有冇咩後果。即係唔係叫我哋去試探神嘅，而係話我哋有呢個權柄，我哋可以吩咐蛇，蛇咬我哋嘅，或者喺我哋被逼嘅時候有毒物，神可以醫治我哋嘅。同埋最後呢個講到手骨病人就醫好了，就係我哋有呢個權柄去為人按手啊，為人按手求神去醫治。咁到底呢個權柄係咪俾傳道人和牧師呢？呢、这個經文上面話乜嘢？咩人有神蹟隨佢啊？信嘅人，咁你哋係咪信嘅人啊？你亦都係信嘅人喎。咁喺你發覺咧，喺中國大陸好多神蹟奇事，因為佢哋唔係咁多醫生或者唔係咁多人有錢揾醫生啊，好多人好窮啊。咁於是喺呢個困難嘅時候，佢哋就好多人會祈禱啊。喺香港嘅人有病咧，第一就係去急症室，就唔係祈禱。喺佢哋有病嘅時候，佢第一樣嘢就係祈禱先啦。咁佢哋就經歷好多神蹟奇事。即係呢個係神俾我哋嘅，但好多時人冇用到。咁呢個按手其實係唔係所有基督徒嘅按手咧？呢、这個經文話乜嘢啊？佢話咩人可以按手啊？信嘅人可以，即係話我哋都可以為人按手醫病，或者係幫助人經歷聖靈充滿嘅。咁唯一嘅情況就係、是，如果有人你真係咧係有邪靈嘅攪擾，或者你有好大嘅情緒問題、罪嘅問題嘅時候，咁你應該揾牧師幫助你釋放之後，你先為人按手祈禱。但如果你係一個愛主、尊重主嘅基督徒，你冇邪靈嘅攪擾嘅，你係可以放心咧去為人按手祈禱嘅。亦都係當然最好教會有訓練，咁嘅時候咧，你發覺你可以為神做更大嘅工作嘅。咁要後面第二十節講到神蹟嘅功用係咩咧？用神蹟隨著正神所傳嘅道。神蹟咧個目的唔係我哋傳道嘅目的嚟嘅喎，唔係我哋傳道為咗神蹟喎，係神蹟為咗傳道。神蹟正神所傳嘅道，即係神蹟其實咧由耶穌開始已經係正神佢所傳嘅道嘅，同埋喺使徒都一樣嘅。頭先兩個經文咧喺《使徒行傳》呢度啦，講嗰啲經文嘅時候咧。聖經人講到做一路至到世界每日都會有預言異象嘅，即係冇講到停止嘅，所以咧係唔支持呢個恩賜終止論，恩賜終止論係冇聖經嘅支持嘅。咁而呢一個經文講到全方到普天下，亦都係整個呢、这個即係全方嘅時期，喺耶穌翻嚟之前咧都有神蹟隨著嘅，所以咧係唔會有一個時候咧神蹟係終止嘅。又跟住保羅講到呢個恩賜啦。本來並冇話到你哋快啲用啦，因為咧遲啲咧十下初期教會過咗之後，你哋就冇呢個能力。本來並冇咁講嘅，佢係講到聖靈咧會隨己意賜俾人咩嘅恩賜咧，有信心啦、醫病嘅恩賜、行異能、作先知、辨別諸靈舌、説方言、翻方言。你發覺呢度好多恩賜都係神蹟超自然嘅恩賜嚟嘅喎，醫病嘅恩賜、行異能嘅恩賜，作先知。辨別諸靈説方言翻方言都係保羅所講嘅，咁好多人話：哇！呢啲嘢太過超自然，不可能。以前我都係咁諗嘅，但自從我係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咧，我就發覺越嚟越多呢啲嘅經歷。咁我鼓勵大家，你真係相信聖經所講嘅神蹟奇事，今日都會發生。保羅都係話：我哋一樣係會有呢啲嘅事情發生嘅。咁當你有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你會發覺當你親近神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你自己得嘅鼓勵好多，亦都周圍嘅人你幫佢信耶穌係更加容易嘅，因為有人有需要、有頭痛啊、有唔舒服啊、瞓得唔好啊、有心情唔好啊、有煩惱啊、有抑鬱症啊。我發覺咧喺好多嘅情況，嗰啲人都會好明顯地改善嘅。咁我鼓勵大家都有呢個信心，咁我一間亦會有為大家祈禱嘅時間嘅。求主親自嘅祝福，亦都我會鼓勵大家當祈禱嘅時候，你即時有啲咩經歷，即刻分享鼓勵其他人。咁喺呢度以賽疏61:1-3係舊約嘅，好似舊約嘅大使命喎。因為呢度講到差遣嘅，咁佢講到首先就係主耶穌嘅靈在我身上，因為又話用膏膏我嚟到膏抹我，唔單止係用舊約嘅膏油，係用聖靈降臨喺我身上，叫我做乜嘢呢？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就係呢個傳道啦，傳呢個好信息。咁咧跟住係做乜嘢咧？唔係淨係傳好信息，我亦都差遣我醫好傷心嘅人。香港傷心嘅人多唔多啊？憂鬱嘅人多唔多啊？自殺嘅人咧都好多，好多人好需要，有好多人用
有啲咩電話救急電話，有咩你打翻俾我咧，我幫你啦。或者有基督徒應該興起有啲基督徒嘅救急電話，即時喺電話祈禱，話要祈禱。我發覺咧喺電話祈禱人都可以經歷聖靈喎。我曾經好多次用電話同人祈禱趕邪靈啦，幫佢經歷聖靈充滿啦，幫佢心興散啦，係好多好多次嘅。疾病嘅醫治亦都有喎。即係我希望大家相信呢個唔係就係我嘅經歷，係大家都可以有嘅經歷嘅。醫好傷心嘅，叫高高秘魯嘅得釋放。香港多唔多人中意玩遊戲機上網吸毒男女嘅關係色情嘅網有冇呢啲人好多係嘛？好多人被啲捆綁被啲捆綁其實唔係開心嘅喎，唔係話佢成日活在呢啲嘅享受啊，本人認為享受之中，唔係代表佢係享受，其實佢係一種捆鎖嘅裏面嘅。咁咧，神可以醫治、釋放，俾有啲人有心靈嘅疾病啊，心裏面咧好唔開心、憂鬱症，神都可以釋放嘅。我曾經試過為一個19年憂鬱症嘅人祈禱，佢祈禱佢翻俾我，哇！個天好似光曬，佢咧10年都未煮過飯，佢忽然間佢話我要去買餸，佢都冇話俾我聽佢10年冇煮過飯。他就告訴我他有19年的抑鬱狂躁抑鬱症，有10年沒有煮飯，接著他回家他就去 買菜，回家他就通常走上家的斜路，他就平時當然是搭的士，他那天不知道為什麼忽然間他有興致走上去煮飯，他家人哇10年沒煮過飯，你想像一下10年沒煮過飯忽然間煮飯，就是他來到在我的聚會裡面經歷聖靈之後，他整個人改變，真係得釋放。你當你有呢個信心，好想耶穌幫助你，可以經歷神嘅醫治，同埋安慰悲哀嘅人，同埋喜樂由代替悲哀。好多人去旅行想揾一場開心，俾幾千蚊，好想好開心。但有啲人去呢啲鴨仔團咧，其實唔係好開心嘅，一路趕呢度去嗰度，譬如係咁追住嗰個導遊，係咁跟住，係咪真係好開心咧？未必嘅喎，可能佢想輕鬆下得唔得？望下前景先，等下先得唔得？係唔要走啦，上車啦，上車啦！即其實係咪真係好開心咧？未必好開心嘅。但係咧，當你經歷聖靈充滿，你可以日日都咁開心，日日都咁充滿喜樂嘅。咁呢個係神嘅應許啊！我哋信耶穌應唔應該信神嘅應許啊？嗱，好多人就咁話，信耶穌可以上天堂，佢相信呢樣嘢。不過咧，信耶穌能唔能夠信耶穌令到你嘅心好喜樂啊？好多人話我信耶穌咁耐。有些少啦，都唔好喜樂。你信唔信耶穌令到你嘅生活充滿祝福噶？有好多人話：我都好多困難，好多問題，好多自憐喎。其實基督徒唔應該自憐噶。我哋憑信心捉實神嘅應許，每日都宣告去讚美神、親近神咧。你會發覺你可以更大嘅喜樂。我由早到晚我都話：神係愛我嘅，神祝福我，神喺我生命有計劃嘅。我以成日都喜樂，成日都充滿神嘅能力。神要大大使用我嘅，時時我都。存著信心，當我咁樣信心嘅時候，我真係成日都係一個喜樂嘅狀態。你哋都可以喎，你靠耶穌都可以有喜樂有嘅。呢個保羅講到佢傳道，佢唔係單係用話語喎。佢話我喺你中間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咁有啲人就話：哇，淨係知道耶穌釘十字架，即係唔知道聖靈啦？唔係喎，其實耶穌升天之前，佢就講俾門徒聽：我要差遣保惠師嚟到。就要引導你進入一切的真理，要教導你，並且要賜能力給你的。咁咧，保羅亦都講到，佢話：我説的話第四節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嘅言語啦，用聖靈同大能嘅名證。佢講到佢嘅傳道唔係淨係話語嘅，係有聖靈同埋大能嘅名證，叫你嘅信不在乎人嘅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即係我哋發覺保羅傳道唔係就係呢個經文喎，有幾處嘅經文。在希伯來書，希伯來書不是保羅所寫，亦都是講到全部是靠話語和神蹟奇事的。羅馬書15:18，他說呢，我什麼都 不敢提，只提我神一直讓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亦都是講到藉著他的言語和作為，而作為講到神蹟奇事和聖靈的能力，將這兩樣掛鈎。有些人說神蹟同聖靈冇關係，但你睇到聖經裏面《使徒行傳》記載，知道聖靈充滿，跟住講到邊個滿有神蹟奇事咧？彼得、腓力同埋宗師道同埋保羅，
都係講到佢哋聖靈充滿，同埋咧佢哋帶住神蹟奇事嘅能力嘅。咁咧即係將神蹟奇事同埋聖靈咧係掛鈎，呢度亦都係一樣嘅，用神蹟奇事同埋聖靈嘅能力咧，使外邦人順服。咁咧呢個係神嘅心意嚟嘅。神嘅心意係想點咧？基督教唔係淨係一個講嘅宗教，有時人將基督教變為一個講嘅單係講嘅宗教。基督教係一個活着嘅神嘅宗教，係一個活着嘅神喺我哋嘅需要嘅事情上，就幫助我哋彰顯佢嘅恩典、佢嘅慈愛同埋佢嘅能力嘅。神係真係可以幫我哋做人做得開心好多嘅。你想唔想做人開心啲啊？有啲人做基督徒覺得好難喎，佢點解咧？全世界人都玩遊戲機、上網睇埋啲唔好嘅網，全世界人都成日追求追女仔啊、追男仔啊，成日都係追求呢啲啊！我又冇拖，牧師又話唔好做呢啲嘢，好辛苦啊！真係咧，好似做基督徒好多嘢都唔俾做啊，所以覺得仲辛苦，但係其實唔係喎，因為啲嘢係捆鎖嘅。我覺得我跟從神咧，讚美神、稱頌神、親近神咧，真係成個人開心嘅。我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靠住耶穌。生活有力量嘅，好啦，咁呢個下面我好簡單講，點解有聖靈充滿？第一就係悔改、恨惡罪、求主赦免、離開罪，好緊要。有啲人佢話啊，求主赦免，但係佢唔恨惡罪。呢頭話求主赦免，我睇聖情講，跟住翻屋企又睇過。點解咧？因為覺得太大困難。恨惡罪就係我睇到諗到。有一日審判，知唔知我哋凡人所說嘅行為官喺審判日子要句句供出？當有一個審判日子供出嚟，我哋平日嘅睇嘅網，平日講嘅閒話、講嘅大話，諗埋啲唔好嘅嘢，全部供出嚟嘅。我有咁嘅意念喎，喺我哋日常生活，我哋覺得自己我哋有呢個私隱啊，喺我哋嘅房間裏面做嘅嘢係只係我哋睇到，但係其實。一審判嘅時候，全世界睇到嘅，所以你諗住咧，你喺個房咧，其實全世界望緊你嘅。一審判嘅時候，你就哇，原來全世界都睇到我所做嘅事，凡人所說閒話全會講出嚟，要憑著我所行嘅或善或惡受報，自己所講喎。所以我心裏面就成日都話，嗰啲唔好嘢真係唔好做，因為咧呢啲有一日講出嚟嘅時候真係好醜怪，就求耶穌赦免，真係求耶穌保守我，以後都唔好做，求神去施恩憐憫。咁咧即係話恨惡呢罪，有好多基督徒就話我九成嘅罪我都冇犯㗎，不過係有啲咧就比較難啲離開嘅。真係呢個人咧太衰啊，所以我一定會嬲佢嘅。但係其實你知唔知任何一樣罪，我留喺我哋生命裏面咧，呢啲罪就破壞我哋生命，就令到我哋生命冇力量。我哋嬲人係令到我哋自己冇力量。任何一樣罪，你可唔可以同一樣罪你犯完之後唔影響你嘅？有邊一樣罪呢？你犯咗之後唔影響你。有啲人話：啊，奉獻，我唔奉獻，冇人知。其實當你冇忠心奉獻嘅時候，你都神會為你打開天上嘅窗户，你就貧窮啊，變得貧窮。有好多樣嘅嘢，我哋人與人之間關係，我哋覺得咧，我哋咁樣做唔緊要嘅。人對我咁，我又做翻咁嘅嘢，但其實咧，自己受翻害。任何嘅罪都恨惡，聖經話俾我聽，咩嘅罪都恨惡嘅時候，你就活得平安喜樂。活得聖潔係好美麗嘅，真係嘅活得聖潔係非常之美麗。第二樣，讀聖經愛聖經嘅，唔係就係讀啊，唔好淨係讀書咁讀啊。好中意神嘅話語，神應承嘅就係最美好嘅，好信同埋應用同埋遵從聖經，因為神嘅話語咧就係聖靈嘅寶劍，聖靈就使用呢個話語嚟到祝福我哋嘅。第三信心，好信神好愛我哋嘅。呢度講到西方亞書三章十七節一個好好嘅經文，我希望大家會記住呢個經文啦。喺後面有講到，你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蓋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呢個經文話俾我聽咧，神咧好中意我哋。喺呢個世界上有冇人見到你會歡欣喜樂？你見到好開心，或者歡呼喜樂有冇咧？喜樂而歡呼有冇咧？好少係嘛？你有冇去到即係某一個地方見到某啲朋友，佢哋會啊好威見到你啊！地方咁嘅朋友咧，好少係咪？但係我哋天上嘅神居然係咁嘅。即係你睇呢啲經文，你要相信我哋親近神，神真係好中意嘅。所以我哋親近神，唔好咁嘅表情，我讚你，我感謝，唔好咁啊！因為神都唔知幾開心，你。神愛我哋，同埋神歡喜見我哋嘅程度，同我哋見到佢係完全唔同嘅。
神愛我哋愛到點啊？聖經叫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佢。神點做咧？神將佢仔都俾埋我哋。神每日照顧我哋，每一秒鐘照顧我哋，隨時禱告神都同我哋一齊，事事顧住我哋。冇人能夠將佢嘅愛隔開。神係好偉大，但我哋愛神咧，愛得幾多咧？好多人愛得少嘅。神嘅愛咧比天仲高，但我哋對佢愛係唔多。神對我哋回應係歡欣喜樂，默然愛我哋，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但係好多人愛神咧係睇文字嘅啫。咁你有信心，神好愛你嘅。咁你祈禱嘅時候，唔好話神喺邊度，你又相信神就喺呢度，耶穌就喺呢度。耶穌真係好想做我哋嘅。呢個信心係好緊要，唔好覺得神啊，我係好慘嘅，我唔知係你喺邊度，你點樣幫到我？我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同埋用心靈呢個好緊要啊！耶穌講到用心靈誠實敬拜，因為神是個靈啊。當你學識用心靈禱告嘅時候，你隨時隨地可以得靈啊！咩叫心靈誠實禱告呢？首先你學到用魂禱告，魂禱告點咧？喺你嘅思想啊，真係話神係最好嘅，神係祝福嘅，即係你嘅思想上你會相信神係一切祝福嘅來源。你信唔信神係一切祝福嘅來源？有啲人話，神同埋老闆係呢個祝福嘅來源。我爸爸媽媽嘅遺產係我祝福嘅來源。我爸爸媽媽俾嘅錢俾我係祝福嘅來源。但係聖經裏面講到，神係所有嘅，你能夠做工都係因為神賜俾我哋。所以我希望大家唔會話神同老闆係我祝福嘅來源，神係唯一嘅來源。老闆能夠有錢俾你，都係因為神祝福呢個世界有太陽有雨水，所以老闆先有錢先有生意。當任何一事情發生，神拿走呢風氣嘅時候，呢、这個世界再冇老闆噶啦。咁所以我哋話一切嘅祝福都係神攞嚟。咁個生命真係思想話，神咧係一切一點嘅來源。我決定跟從神，同埋個情緒啊。嗱，好多人情緒上嚟，我愛神。嗱，愛個男朋友咧、女朋友咧，佢好即係心情咧好中意。而家諗到男朋友、女朋友就好。即係當佢好鍾意嗰時就好笑，有啲人咧好開心咁笑，但係咧結咗婚有時候未必會喎，即係我哋要求主保守我哋嚇，即係能夠初戀嘅戀愛一路保持一生嘅。喺初戀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哇，好多男仔追女仔嘅時候真係發夢都諗住個女仔嘅。咁我哋會咁樣去諗住個女仔，可唔可以咁樣諗住神咧？即係你起碼第一步用到用魂啊，個心都鍾意神嘅。然後先能夠用到個靈，個靈就係整個人嘅靈魂啊！我整個生命係屬於神嘅，全心全意愛神。想象如果耶穌而家忽然間出現，你會點反應呢？如果耶穌嘅出現咧，我會真係哇！耶穌我真係好歡喜，好快樂，我會忘記一切我所做嘅事。即係呢個聚會我會忘記，我會忘記下晝我要領嘅聚會，我即時就嚟到耶穌面前，我唔理一切。有耶穌，我所有都會忘記。我用我心靈嘅深處愛神。我希望大家都會唔會咁坐喺度啊？耶穌啊，你嚟咗啦嚇，請坐，唔該你坐低。你因為會有啲反應咧，我希望大家對神會有啲反應。神對我哋好有反應。我哋用心靈去全心愛神，係我哋應該學習。我每日禱告都係用我心靈，主耶穌，我好愛你。我全心感激你，讚美你，哈利路亞！真係從心底處愛神，呢個係聖靈充滿好重要一環嚟噶。去愛神，唔係只係求聖靈充滿，唔係只係理智上傳一個 email 俾神，神啊求你將聖靈充滿我，唔係只係咁，係個心靈嘅深處愛神，渴慕神，好似落渴慕溪水，好似以利沙願感動以利亞嘅靈加倍感動。有啲人話聖靈幾時嚟就聖靈嚟啊，其實聖靈成日都嚟，係人幾時渴慕神嘅靈就充滿我哋，唔係等神啊，係我哋自己會唔會去渴慕神。第六傳福音，耶穌就講到，當我哋傳福音嘅時候，耶穌就常與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第七，按手祈禱。你如果在網上查一下聖經工具，查按手，你發覺聖經很多地方講到按手的。在申命記講到摩西為約書亞按手，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在使徒行傳也都記載，按手的時候以弗所的信徒、撒瑪利亞信徒都被聖靈充滿，掃羅也都是亞拿尼亞為他按手的時候，他就被聖靈充滿。咁呢度亦都講到保羅嘅話咧，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嘅恩賜，再如火燒旺嘅你。好多人識得下面嗰度再如火燒旺，
但佢冇睇到上面咧，係講到藉佢按手所俾佢恩賜。聖經係有記載到聖按手嘅時候係聖靈能夠臨在人身上。有啲人話點解咧？喺路加福音六章就講到好多人摸耶穌，因為有能力從耶穌身上出嚟醫好佢哋，即係佢哋經歷到呢個能力，於是好多人就去摸耶穌。而路加知道呢件事之後，就將佢記載喺路加福音，就話好多人去摸耶穌，因為有能力從耶穌身上出嚟醫好佢哋。由路加福音第八章就記載有一個十二年血流嘅婦人，佢就摸耶穌之後，耶穌話總有人摸我，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即係耶穌又感覺到，嗰啲人又感覺到喎，並且醫治呢個人。咁喺我哋經歷聖靈嘅時候咧，我哋都發覺咧聖靈嘅能力喺我身上嘅。有好多人咧會感受到能力，我自己被人按手時候，我感受能力進入我裏面。我相信呢個就係聖靈在耶穌身上嘅同樣在我身上，就可以藉著按手去祝福人嘅。我希望大家聽到之後會有呢個心渴慕，唔好怕，我哋都係信三位一體嘅真神。信耶穌基督拯救我哋，為我哋釘十字架，拯救世人。我哋相信神咧係創造天地嘅真神，亦都係審判世人嘅真神。我哋都係跟從聖經嘅牧師嚟嘅，我哋都係信靠耶穌做救主。因為我哋都相信聖靈嘅能力好真實，係今日我哋用我哋身上嘅。我希望大家都會相信。當然聖靈嘅能力可以做乜嘢咧？就係每日我哋可以經歷神同埋經歷生命嘅更新。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生命嘅更新。同埋咧，我哋有能力為人禱告。當你為人禱告之後，你可以話：請你仍然閉埋對眼。請問你祈禱嘅時候有冇咩經歷？如果佢覺得好平安，你就話耶穌將平安賜俾你。咁咧你就帶佢上耶穌。或者佢覺得好感動，你話呢個就係耶穌醫好傷心嘅。或者佢覺得嚇我病舒服咗喎，咁你就講到手個病人，病人就醫好了。聖經又講到呢啲，亦都叫我哋嘅肉身安然居住。呢啲咧係講到訓練啊，有機會或者可以講到呢個全福音嘅訓練。但係我哋就話，我哋可以每日經歷神嘅祝福，亦都咧可以去祝福人嘅。喺呢個時候，我邀請大家，即係有一個渴慕嘅心，就係話神啊，我需要你。希望大家聽完呢個信息之後，你唔會話啊，你有你講啊，你有你去做啦。啊，呢個同我冇關係嘅。神話乜嘢？神好想將個聖靈澆灌邊個咧？澆灌凡有血氣嘅，包唔包括你在內啊？包括你在內，可唔可以你講俾隔離個聽啊？神好想將聖靈澆灌喺我哋兩個人嘅身上啊！你講俾隔離嗰個聽。神嘅聖靈臨在係咪好噶？神嘅聖靈係咪好噶？係好嘅，神所做嘅工作都係好嘅，係好平安，係好平省嘅，係祝福我哋嘅，係加力量俾我哋嘅。我希望大家有個渴求嘅心，並且我希望大家有個渴求靈命更新嘅心。你想想你嘅靈命更加好啊！你知摩西佢上西奈山，佢見到神咧將兩個石板賜俾佢，係神親自用手指寫俾佢。佢都見到個荊棘樹咧燒著火，但係咧佢聽到神冇講説話，但係佢睇唔到神咧，就聽到呢個聲音啦。佢求來佢同神點講啊？佢話求耶和華將佢嘅榮耀向佢顯出嚟。摩西上到西奈山，佢可以見到神咁多工作，佢都想見到神嘅榮耀。但係神點答佢咧？神會話冇可能咧。神話我會有個方法，因為人見到我榮耀一定要死。呢個喺出埃及記33章嘅，神用咩方法？佢話呢個石罅，我經過嘅時候，我將你用個手冚住，你就睇唔到我前面最強烈嘅榮光。當我經過之後，你就見到我後面嘅榮光。即係神咧願意咁樣做法。咁而聖經講到神話點樣話咧？佢話我將我嘅恩慈喺你前面經過。即係講到個榮耀咧，原來神嘅榮耀就帶住佢嘅恩慈嘅。原來神嘅同樣帶住佢恩慈，佢嘅恩。當你活在神嘅恩典，你會發覺好多人嘅，無論在經濟上，有啲人話，雖然收埋錢從天上跌落嚟，其實神真係會喺天上跌錢落嚟俾你。我真係經歷神喺我困難嘅時候幫助我，經濟上，在侍奉嘅路上，在侍奉嘅能力，在好多嘅事上，神都祝福我。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信心。你覺得你嘅生命需唔需要更多祝福啊？你都想唔想祝福更多人啊？你想想你的生命，你覺得你的生命裏面有冇啲枯乾啊？你的靈命有冇啲枯乾啊？你想想你的生命係豐盛嘅，充滿起樂，你就需要聖靈嘅充滿。我希望大家渴慕神，唔係渴慕嗰個經歷，係渴慕神自己啊！你每日渴慕神自己，你每日睇聖經祈禱讚美神，
用心灵去感激神，多谢主，赞美主，你会发觉咧，神嘅同在系会越嚟越大嘅。喺呢个时候，我会有一个短嘅时间为大家祷告。咁咧，但系咧喺呢个聚会之后，我都会留些少嘅时间。其实我下昼仲有一堂嘅聚会嘅，我会留些少嘅时间。有啲人你更加渴慕嘅，我会再为你祷告，让你更经历圣灵。因为而家嘅时间实在好短，好急促。但我希望大家有呢个渴慕嘅心。你有冇呢个渴慕嘅心？你想唔想你嘅灵命更新啊？你想嘅，你可以举起手啊！你想唔想啊？你想唔想能够有能力去祝福人啊？你想唔想可以经历神更多啊？我希望大家真系想。你想唔想见到耶稣嘅时候，耶稣话你系有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啊？你想唔想啊？因为你想话，耶稣话你又恶又懒啊！当你想嘅时候，你需要圣灵嘅能力，你需要神嘅能力，因为耶稣话。他说圣灵降临你身上，你就必得着乜嘢能力，你就能够在全地作我的见证。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才能够为主作我的见证。我请大家一起起立，去呼求我们的主，去渴求我们的主。神啊，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我希望大家用你的心灵去爱主。我们开门眼，真係去愛耶穌，讓耶穌去愛相信耶穌就喺呢個地方去祝福我哋。主耶穌，我哋需要你。主耶穌，我哋需要你。主耶穌，你係愛我。主耶穌，你係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灵同就爱我，我相信。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心有足够。如果你好想被神的爱捉我，你好想更加同神有亲密关系，我邀请你而家企到最前面，企你前面，啊，企疏少少，行你前面，唔好惊，唔好担心，企你前面。所有想都企你前面，唔好等。我的时间好多，我希望大家渴求你，主耶稣，我需要你。有前厅，因为呢个地方唔大啊，呢个地区够唔到够位，企前啲。哦，耶稣，我爱你，去爱耶稣。全心全人，主耶稣，我需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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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每一个你想嘅人嚟到你嘅面前，或者你有需要嘅，你有困难嘅，你话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嚟到我身上祝福我。或者你喺座位上，你都感受到神嘅平安、神嘅爱嚟到你身上，我希望你会嚟到前面，你开放你嘅心。开放你的心，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我们每一个投入，去邀请主耶稣来。我们每一个投入，我们要来受祝福。主耶稣，你临在我身上。
主要需要你的爱来到我身上，主要需要你的大爱来到我身上。